一个分就去，一个去处理去了。没呀，去一个。哎呀！ 你这是刚逮了一个，这个养鱼多重啊？ 五六十斤，哦，一百块，一百六十元，这边有小啊，你敢啊？这边还有批发厂一样，这是你家还是我家？啊？ 我这个辣肠，这八十，五十斤的辣肠，这八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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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说你这么大一个，我走了吧。